上啊，晚上啊，谁得病啊，他得扛错树了，是不是？有啊，哪里点子啊？什么点子？一岁哦啊，一岁哦，嗯，初阶的，初阶的。那你像你说像学一岁的话，在生活中运用得到吗？哎，我是运用不到，但是我这是想学。嗯，对。做小，比方说是家事的笔记本那些都可以记录下来，到时候。哎，也可以，对，可以，对。觉得觉得很有帮助哈。有，可以。这比较高阶的东西来讲，像工作上都应用得到。对啊。现在学习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学历第三堂。到现在哦，到现在还跟得上。对。你只有在生活中是哪方面可以应用得到呢？哦，在记录一些生活上，你用基因的发挥啊，或者一些。哦，统计的资料的部分，对，一岁它有一个新的版本，对，到2013，现在最新2013。那2013它的新的2013的一岁还有什么特色？好，它有提到那个快速输入的功能，好，然后以及一些函数的新的一些新的函数的简便使用，还有那个一些那个图形的建议分析，还有最新的是这几个，还有砍入语音，直接砍入语音的部分。就像那边说，现在学的一岁其实在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那个，对，嗯。这边比较到位。Ben， 来救我一下。啊，不过那救我。